好，好問題嘅話，我哋今日開始係第十九題做啦。咁我講快少少咧，因為 expect 你自己做過下嘅，我當暑期功課收噶，加白書書噶啦，碌字都唔見。我邊個叫留喺火山存在作用啊？好啦，我起碼我唔收埋你份碌字先啦。好啦，唔講廢話，錄緊影啦。好啦。第十九題 Mac and Stack 嘅題目啦，咁你見到開始有啲麻煩嘢，等緊你，例如呢個啦，啊 ，lecture number 二啦，跟住你發覺又比較複雜啲喎，唔緊要照做啦 ，A part 咁我見你應該做過噶啦，例如 DU DX 啦，咁因為 U 等於 E 啊 EX 嘅啫，咁你記得啦，今人哋叫你 D 唔係叫你 in 啊，咁你要分得開清楚，哦 ，D 同 in 究竟有咩分別啊？咁 D 好簡單，照抄個數字落嚟嘅啫。好啦 ，dydx 一樣啦，咁 dydx 就麻煩少少啦，因為個 y 咧冇 y 而家成條式，不過唔緊要啦，人哋叫你計 dydu 喎，咁好明顯啦，梗係恰你用稱呼啦，咁有 dydu 啦，同埋 dudx， 咁呢個又用一次稱呼啦。咁 dydu 你發覺人哋條題目係有俾你噶，咁咪照寫嘅啫，咁啊 dudx 咧，咁啊。咪就係咁咯，咁你話使唔使化簡咧？都唔使化簡嘅，你信唔信啊？做完未啊？我想問下呢 part 咁樣，嗱稱呼啊嘛，咁 dydu 咪送咗俾你咯 ，dudx 咪自己計一次咯，咁咪收工咯，係咪？我收隊啦，條題目叫你 in terms of x 喎，你仲有 u 喺度喎，咁點算啊？咩啊？咪首先有咩問題先？邊度啊？人哋叫你計 DYDX 係喎，我計錯嘢添 ，sorry 啊，寫錯嘢啫，唉，無傷大雅。誒，啊，應該寫 DYDX 啦 ，DYDX 乘於 DYDU 乘 DUDX 啦。咁而家爭嘅就爭呢樣嘢啦。個 U 咧你要變走埋去嘅，因為成條題目就係想 in terms of x 嘅啫。咁你就要諗下點樣變法㗎啦。咁係好簡單嘅啫，因為咧成條題目有關 U 同即係有關 U 事有關 X 事嘅咧，你其實發覺得一條損失嘅啫，咁就依一條啦。熄冷氣啊！好熱喎，做乜熄冷氣啊？好啦，最大問題咧就個 U 同個 X 點樣變法咧？咁你發覺 U 等於依嚿嘢噶嘛？唔係，仲乜錯寫多次啊？其實寫咗啦。咁所以啦，你發覺啦，你直接將個 U 寫翻做 E 嘅 2x 就已經好足夠噶啦。啊，咁所以啦，其實唔難嘅，最緊要就係你唔好做漏嘢嘅啫。尤其是 integration 最難嘅題目，我講多次未出現嘅，因為最難嘅題目一定係 applications 噶啲應用題。咁啊，暫時未出現嘅呢啲，純粹考你基本知識嘅啫。將個 U 變翻做 E 啊 ，2x 次方啦，跟住當然啦，最好咪乘入去啦，爆一爆括號啦，因為有啲嘢可以約揀到嘅。咁啊，尾應該變咗做二減四個 E 幾多 x 咧？死啦 ！E2x 即係 E2x 再二次方，即係幾多 ？E 嘅四 x 咯。兩數相乘指數相加啫，咁你二乘二就係四啦，咁啊兩數相乘啦，指數相加 2x 加 2x 4x 咯，咁唔使搞咁複雜嘅係。好啦，做完噶啦 ，dy dx 就依嚿嘢啦，得唔得？好啦 ，part B 啦 ，it is known that when y 等於一 ，x 等於零，咁啊 y in terms of x 啊，咁好簡單啦，咁始終。擺得喺依份碌屎嘅題目都係叫你做 integration 嘅啫。Part B 咁又啦，我寫多次啦。dydx 咧就等於二減四 e 四 x。咁當然啦，咁啊 y 等於啲咩嘢咧要你做啦。咁當然係 integration 啦。咁你當然可以跳閘唔寫依嚿嘢嘅，不過當然啦，俾我做我就乜都寫曬嘅。好，有冇大問題？冇大問題 ，in 嚿嘢唔使做 substitution 嘅啦 ，in 個二咧就會變咗做 2x。in 個 e 嘅四 x 咧，記得 in 嘅話咧，其實好簡單嘅啫，同 d 調翻轉就差唔多一樣噶啦。如果 d 咧就將個四字接抄落嚟啦，咁啊 in 嘅時候就應該係四分一 e 嘅四 x。咁當然啦，再加個 c 啦。
咁其實個四分一同個四分一樣揀咗嘅可以。咁所以啊，法律最揀咧調適就應該咁嘅。咁當然我再講一次，你係可以選擇跳步驟，唔使學我咁寫得咁詳細嘅。但係大致上個答案應該一樣嘅。有冇睇睇熟曬少少先？好，睇唔睇到？咁啊，嗱嗱聲嘅咯，因為咧跟住最後個步驟一定唔難嘅，爭個 constant 嘅啫。Y 等於咧 ，X 等於零啊。Y 等於一 ，X 等於零嘅話，咁你做 substitution 小心啲啦。一等於零減 E 嘅零次方有個一喺度噶，個 C 就等於二。咁所以最後寫埋個結論啦，咁啊完啦成條題目。咁到時候你第一次統測都有呢啲咁嘅題目等緊你噶啦。咁我再講一次，你做得多你唔使驚噶。咁第一次統測我哋會考埋 integration， 應該話嚟緊次次測驗考試都會考埋 integration 噶啦。咁啊，大致上中六、中七嘅入門程題，即係入門題目程度就咁上下啦。即係如果你話中六、中七程度，話俾你聽，最淺都係咁啦，同我哋 DSE 差唔多一樣啦。DSE 關於 integration 嘅題目最淺都係咁噶啦。咁你話難唔難到你咧，就見仁見智啦。咁我哋做多一兩題試一試先啊。啊，咁我講多兩題接力啦，好啦。嗱，咁啊，另外啦，我亦都寫包單保證咧，嚟緊次次參與考試都係呢啲題目出現噶啦。都是做 integration 的，不過就用應用題形式出現。咁當然呢啲係最簡單的應用題啦，冇分開 A、B、C 卡。咁啊，不過我哋 DSE 都會考啲咁嘅嘢噶。咁睇下嗰啲應用題做啲咩嘢啦。首先條題目就話 the rate of spread，rate 啊，一個速度，個速度俾咗你啦 ，dx dt 啦，就依嚿嘢啦。咁喺以前嚟講，我哋正常嚟講要自己 D 做 differentiation 拎個速度噶嘛，啊俾條式你要你自己做個 differentiation 啦 ，d x d t 有啊 ，d y d t 有啊，自己做個速度出嚟噶。咁而家人哋啊調翻轉頭考你嘅啫，送個速度俾你，咁當然啦，送得個速度俾你，咁叫你做啲咩嘢咧？多數都係叫你調翻轉頭計翻條算式出嚟咯。咁但係當然啦，要提升咗啲。即係應用題，睇下英文有冇音理啊，諸如此類啦。咁呢條就應該比較簡單嘅啦。咁我哋直接嚟啦。咁睇下最緊要係叫你 express x in terms of t 啦。咁所以好簡單啦。咁有六分，咁應該代代平安㗎啦。不過啦，最關鍵就係你發覺啦，依嚿嘢就唔易煙嘅。即係而家 x 就應該等於依嚿嘢嘅啫，係咪啊？做 integration 啦，翻轉頭啫嘛，咁啊三 t 方方 t square 加一 dt， 但係依嚿嘢唔易 in 嘅，咁所以啦，要做啲咩嘢咧？即刻嚟啦！咁我哋到時候就會 left 翻 u 等於 t square 加一，咁你記得咁啊 du dt 咧，咁就等於二 t 啦，咁即係個 dt 咧就應該會等於一 over 二 t du， 咁啊自己做翻主項變換啦。咁所以啦，個 x 就如果有一半一半嘅話，你就發覺啦係三 t 啦。個 t square 加一咧就應該俾人換咗做 u 噶啦。咁個 dt 咧就應該俾人換咗做一 over 二 t du。咁啊，跟住再約一約揀個 t 啦。咁理論上咧就個份數又係啦，我可以抄翻喺個 integration 符號出邊嘅三 over 二。跟住就 u 開方，咁啊變咗 u 嘅二分之一次方 du， 咁啊盡量將依嚿嘢搞到最簡單，越簡單越好。去到依度暫時冇答問題，冇冇嘅話咧，咁就 in 到噶咯喎，三 over 二啦 ，in 依嚿嘢二分一就加一啦，即係變咗三 over 二次方啦 ，over 翻三 over 二啦，再加個 c 啦，咁你記得啦，咁就個 u 最好變翻做。原本那嚿嘢啦，即係 t square 加一三 over 二次方加 c， 咁唱計埋個 c 咁樣收工噶啦。我去到呢度暫時冇大問題，咁我當然未計個 c 啦。不過就首先去呢度冇大問題，再問多次，咁你話難唔難做？唔難做噶，難唔難啊？唔係好難嘅，嗱做得多你發覺悶嘅呢題目。好，咁當然啦，跟住計埋個 c 去啦，我哋。咁當然啦，幾時點樣計個司法？多數人你都送啲資料嚟俾你嘅，你用埋佢就 OK 噶。記得啊，依啲咁嘅數字，你唔好一開始滲落去啊，最後至用嘅多數都係 x 等於十 ，t 等於零啊。When x 等於十啦 ，t 等於零啦，咁依啲多數最後至用嘅依啲數字。咁啊，
一加個 c 咧，個 c 應該係個九嚟嘅，咁所以啊，成條式就有啦 ，x 等於 t square 加一啦，三 over 二次方加九，係咪啊？有冇錯？冇啦，六分。咁你話難唔難？我再問一次啦，應該唔難嘅，難你唔到嘅。咁啊，你見我做啦，我口水多過茶，咁一路講一路做，咁一個字五分鐘乜都做完啦，咪 sorry 係咯，五分鐘乜都做完嘅一條題目。咁所以啦 ，integration 真係考嘅話，再問一次你應該唔驚嘅。尤其是如果你的 differentiation 是夠熟的話，但當然我都是那句了，暑假完了，記得其實下次統測我都會跟你一起做的，跟你練翻曬所有 differentiation 和 integration 的了。好，第二題咁又係啦。嗱，時間關係啦，有一題我開到 marking scheme 俾你轉啦，咁我再講多幾多題好呢？嗱，講埋廿一、廿二啊，我放個 break 先啦。廿三、廿四、廿五、廿六咧，有啲棘手，又少到 level three 啊，嗰啲你見到呢啲咁嘅損失都係嚇人真到爆炸噶。好啦，廿一題咁啊 ，master。等等先啊，1994題目。哇！個 marking scheme 細到黑人憎，第幾題嗰一條都寫住，第四啊，第四題去咗邊啊？喺度，好細條嚇，第幾題話？1999第四題，一開錯 ，sorry 啊，我去1994添。好。好細啫，等等先。哇，好鬼忙喎，自己做好過真係。啊，算啦，睇下先。好。咁啊，亦都係啦，睇下 marking scheme， 睇下你點樣送分俾你啦。咁啊，都係講句啦，一開始依啲題目就你見佢啦，都老實黑下氣噶啦，因為依條題目唔使做 substitution 噶，又係啦，直接編位就 OK 噶啦。咁記得咧，啲唔使做 substitution 嘅題目，揾嚟唔好收啦。第四題 part A 有個大問題，咁呢嚿比較易煙嘅，雖然你見到佢，哇有 T 嘅三位次方唔係嘅，你食唔入去先嘅。咁我再一次啦，如果係就咁做加，即係就咁個 function 係用加好，即係用做加數嘅話，係 sum of two terms 啦。理論上你可以直接煙，唔使做 substitution 嘅。咁你見到係條 function 一開始係乘數嚟嘅喎，呢個係第21題嘅呢個，第21題。咁啊，你見到人哋個 T3 第一次方喺出邊個佢出邊做乘數，你梗係乘翻入去先嘅。如果條題目你做 substitution 嘅話，有排你做啊。好，咁當然啦，直接 in 完之後啦，咁你要計翻個 web 計翻個 integration constant c 啦。咁你計到個800嚟嘅，咁成個 part 呢樣完咗噶啦，幾個步驟完噶啦。咁 part B 當 T 等於604嘅時候，掟翻落去計翻個 number 啦，計翻個 n 咯。咁啊，五分 ，that's all。有冇答案題？應該冇嘅，呢段因為都比較簡單，所以我都就咁開 marking 俾你睇算數啦。咁啊，再講次啦，咁啊 ，integration 呢題目咧好鬼著數噶。你見唔見到有條題目開幾時開始俾分俾你啊？由第一行就俾分，你最俾幾多分啊？兩分噶啦，你寫到依嚿嘢出嚟有兩分噶啦，咁你發唔發唔發達啊？發達啊，係啊，我做多次做 integration 其實好開心噶。如果你做得多咗數嘅話，咁當然啦，亦都小心啲，俾人扣 TV 啦。咁佢好多位會扣 TV 嘅，啊。咁例如咧，你留寫咗大加 M 或者 BT 符號啦，咁又扣 TV 啦，即係呢一度位啊。即係你一開始你唔寫依嚿嘢咧，直接寫 in 依個 integration 依一條算式，你會唔會依嚿嘢扣 TV 噶？咁當然啦，冇咗後面個 DT 都係會扣 TV 嘅啦。咁最多同我淨係扣依兩個位啊。一開始直接寫條算式啦，但係冇咗個 subject 啦，都唔知有咩嘅咁啊。咁留咗個 C 咯，見到我係會扣 PP 嘅，啊留個 integration constant， 所以你成份卷留一，係咪留兩次同留十次差唔多一樣嘅啫？你成份卷最多扣兩下 PP 嘅啫。但你次次留你，跟住你唔記得咗計 integration constant 嘅話咧，你下面一冇分啊。咁所以記得要加 integration constant 嘅啫。有冇答問題？咁啊，再嗰次啊，你又係啦，你發覺你自己錯咗或者抄唔似答案，你即刻問我，俾翻俾你睇啦嚇。好，
咁啊，講埋廿二啊，講埋廿二啊。好，廿二題咩啊？好，1997第四題。今日我純粹開 marking 俾你睇算數啦。哎 ，sorry 啊。好，第四題咁又係啦，佢個 marking 比較模糊嘅咁啊，所以你盡量放大啲俾你睇啦，放到最大咁啊。好，喂，有冇答題啊？冇啊，講埋呢條先嚟。好啦，22條好啦。咁一開始啦，又係啦，要做翻 integration 啦，計翻個 VT 啦。今次個 subject 係 VT 啊。個分數係 V 啦，不過同 T 有關係啦，所以用 VT 咁樣表示法啦。希望你仲記得呢嚿嘢個分數嚟㗎，咁你唔好拆估唔好識啊。咁啊，實際 integration 又係，咁又係唔使做抽出 tuition 啦，直接 in 啦，呢條程式咁簡單。咁你當然啦，你最好計計埋個 integration constant 啦，咁成個 part 呢就完㗎啦。咁啊 ，VT 等於100 T square 減翻3000 T， 即係再加翻20000，但個 T 有個範圍俾啦。咁我 T 啊，唔知喺一定要喺零至 K 噶，咁啊唔知點解啊？咁啊當然啦，陣間會講噶啦。好啦 ，part B， 咁啊人哋幾叫你計埋個 K 啦。啊，咁個 K 點樣計法咧？其實都好簡單嘅啫。知唔知點解咁簡單？你見到啦，何出啲 equation 嚟嘅啫？但明明點解要咁樣計咧？咩人做錯咗？當我 T 等於 K 嘅時候咧，個 V 嗰個數值就會跌到落零嗰度嘅。咁你見到條題目有俾個資料你噶嘛？咪掟翻落去咯。當 T 等於 K 嘅時候，咁啊 VT 等於零，咁咪直接縮落去。咁你計到個 K 係幾多噶啦？咁啊十或者二十，咁啊二十要 reject 嘅噃。知唔知道要 reject 咧？個二十，哎呀，你諗諗啊，點解要 reject 啊？好易諗咧，啊？嗱，應用題就最黑真係咁啊！咦，佢有兩個 K 喎，咁要邊個咧？咁你自己諗諗啊，十秒開個啊！喂，會唔會慢緊啲啊？好，知道點解要 reject 二十啦？當 K 係十嘅時候咧，個 V 個 VT 已經等於零啦。即係而家講緊就係個 V 咧，就係講緊個 machine 嗰個價值啊嘛，做緊 depreciation 啊嘛。你哋有讀 BFS 應該知道咩嚟啦，係嘛？冇讀嗰啲都知啦 ，depreciation 中三 S 教噶嘛，扁。即係呢個叫折舊啊嘛，折多啦，折到第十年嘅時候，部機嘅價錢已經係零㗎啦。咁但係當然啦，二十嘅時候嗰部機嘅價錢都係零咧，原因就係跟住部機個價錢都係負數啦，跟住無端諗又彎翻上去啫嘛，咩拋物線嚟㗎嘛？即係成幅圖其實係咁啫嘛。有 VT 同埋個 T 之間嘅關係應該就係咁上下啦。一開始部機嘅價錢應該係20000啦。但係啊，部機開始折舊啦，折到咁上下啦，折到第十年啦，部機嘅價錢就跌到落去零㗎啦。咁當然個係拋物線嚟㗎嘛，咁臨尾會屈翻上去㗎嘛。咁啊，去到20嘅時候，咪啱啱翻翻上零咯。但係部機去到第十年已經玩完啦，一蚊都唔值㗎啦。咁所以個 K 係十啊。啊，因為啦，如果依題應用題嘅話咧。如果呢個係個價值嚟嘅話，一部機嘅價錢冇可能有負數出現，咁所以依一啲咁嘅 curve 應該唔會喺幅圖度出現噶。你係得呢個啫，幅圖 depreciation 幅圖，後面嗰啲唔關事噶啦已經。咁所以 K 就要十，要二十啦。咁呢啲就睇你對嗰條題目究竟瞭解得多唔多啦。所以 K 就攞個十就完噶 ，that's all。咁啊條題目就冇話俾你聽咁多資料。靠你諗㗎啦，不過都係諗埋
分 sense 嘅啫，應該唔難嘅。好，咁啊 C part 啦。The total depreciation in the first 5 years， 頭五年部機折舊咗幾多咧？咁咪計咯。咁啊，知唔知點解佢咁計法啊？都知啊嘛。我怕你有同學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計算的。 V5 減 V0， 0就是部機一開始的價錢， V5 就是5年後部機的價錢，一減就知道部機究竟不見多少，就這麼簡單。有沒有答案？沒有嘛。如果用圖表示的話，你的 V5 就在這裡。V5 你只需要知道 V5 年後的價錢，要減回一開始原本的價錢就做完了。所以呢，如果成員是1、2、3、4、5、6分，那你說是否威難又是7分，所以還有一分在哪裡？1、2、3、4、5，下面 next 應該是最尾的，是文字作答 last 一分，不見1、2、0、0。咁啊，七分成條題目，咁你話難唔難？我唔難嘅。Alternative solution 你唔使理住啊。啊，佢有另一個計法，不過另一個計法仲煩，黐線，俾我用大減就算數啦。好啦，有冇答案題？七分，咁你話呢條題目難唔難咧？唔難嘅。咁我哋第時考試程度或者統測程度就係呢啲噶啦。啊，都係我一句啦。咁你肯做得多嘅話，自然就會識做噶啦。使唔使再放大啲俾你睇？唔使我去到 break break 先，我講多次啦。啊，你有咩問題問我隨便問啦。咁啊，而家時間係10:48啦，哇，10:48啦已經，我 break 5分鐘算數噶啦。係啊，咁你嗱我繼早啲繼續去，咁咪早啲走得嘅啫，條數喺翻度啫嘛。我今日嘅最後目標就係講下成份屋市啦，跟住再收埋啲功課嘅啫 ，that's all。咩啊？唉，都係唔見噶啦，從來做過啦。你落去揾我，而家 break 啦。B 卡叫你計翻個 K 咯，個 K 喺度啊嘛。唔知個 T 喺零至到 K 呢個範圍喎，即係你個 K 喺度啦，話個 T 咧應該最準去到 K 個數值嘅啫。即係你睇翻幅圖咯，點解個 K 係十原因？你個二咧，佢到過咗十之後，個機冇咁價值噶啦。即係你 depreciation 總有個極限㗎，即係你嚟買任何嘢都好啦，買機好，買車都好啦。你跌到落去零啦，部機1蚊都唔值啦，你個 depreciation 咪即刻完咗啦。有個 BFS 係咯，咁人哋就問你咯。咁當然呢個極都有幾甜嚇，唔使啊，呢個唔使啲啊。純粹 part B 咪做 substitution 咯。當個 T 等於 K 嘅時候，部機嘅價錢就係咁啦。即係你部機嘅價值啊，一開始係最貴啊 ，T 等於零嘅時候最貴噶嘛。咁幾時最 cheap 啊？係啊，去到 K 嘅時候，部機會最 cheap 咯，1蚊都唔值咯。咁我 depreciation 就咁啊，只會落就唔會上啊。爭在落到幾時會0蚊咧？啊，咁人哋都有講嘅，因為 T 等於 K 嘅時候，部機會捉住零啊嘛。咁你最緊要睇邊個資料入啊？你冇睇係唔可以咁講啦。喂，未做完功課嗰陣，都係慢慢聲搞掂功課啊！咁啊，都係啦，你功課同碌少都搞掂曬，你頭先啦，冇啦，都係佢肯定俾功課當垃圾抌咗啦。喺工友嘅眼中，你啲咁嘅碌屎只不過一沓廢紙啊嘛，要欣賞到其中嘅價值啊嘛，係咪？你誒 full skip 啊，大把啊，話俾你聽，換咗你班友噶啦，成沓都攞去買。係啊，就只要你做翻功課咁樣。係啊，同埋中環咧，上堂有啲功課要做翻嘅，你都執翻唔多。我好想問佢人做邊一個班？誒，你一做翻俾我。唔係啊，我一陣。喂，好快啊！
廿條，唔係嗰十條係喎，十條啊，好快啊！你又真真講多個啊？